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拄则咱新闻讲到，林管处发现两冬前野放的台湾乌蝇。另外，咱嘛早讲台北的好文秘上赞，就是荷花语的对冬音。要唔过台语是读做蝇，可能一寡少年家啊对自己的台语小寡感觉较差分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蝇，好蝇蝇第五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释讲，蝇就是野兽的名，了了啊，亲像猪同款，有诶亲像大只狗。咱讲是山蝇，蝇是一款食冷的动物，大只佮粗壮，规身躯拢全毛，伊会爬树，啥物都食。一般拢是出现伫咧寒带地区。另外，极地白蝇，咱讲是北极蝇。毛人讲虎蝇霸标，就是古早讲的四款足歹动物。来小解台湾乌蝇，这是一款咱台湾才有的亚洲乌蝇，胸坎有白色尾字形的毛，目前估计有200只到600只。伫咧中央山脉海拔1000到3500公尺的山区，活动范围拢总560平方公里，也就是讲有可能规个山顶拢会走透透。另外，佫有一句话，人咧讲掠熊掠虎，唔通去掠到赤查某，这是古早讲赤查某比熊比虎佫较歹，惹袂起，啊那无就歹收煞。当然，这是过去男女较无平等，小寡歧视的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譬如讲古早人讲掠熊掠虎，唔通掠到赤查某。即嘛时代无同啊，查甫嘛有可能亲像台湾乌蝇同款歹蹭蹭，同款嘛是唔通得势。今仔日小解，即一日读作蝇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